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的歌，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格式的需求，像是影片转影片，像是 AVI 这种档案，很多软体已经不支援了。那你可以把它转换成像是 MP4 或者是 MOV 这样子，影片转影片。那另外一个是影片转音档，就是很快的把影片删掉，只保留音档的部分，让你有点像是在听 podcast 的感觉。那还有第三种，就是音档转音档，就是有不主流的音档格式，你可以轻松的转换成 MP3 这样子，轻松可以播放。那如果你有这三种转档的需求，今天有一个软体公司叫做 Headpole，他给我一套 Headpole Video Converter，让大家跟大家分享。Jesus Christ！